第十七题，右图为许多食品或药品包装内常见的脱氧剂，此种脱氧剂的主要成分为铁粉，利用铁易与氧气反应而消耗氧气，降低包装内的氧气浓度，可以延长食品或药品的保存期限。关于铁粉在上述反应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晓得所谓的氧化剂是让别人发生氧化而自己还原，而还原剂是让别人发生还原反应而自己氧化。题目上已经告诉我们了，这里的铁会跟我们的氧气作用，所以铁粉发生的是氧化反应，而就是所谓的还原剂。还原剂是让别人还原而自己氧化，所以第十七题问我们说，关于铁粉在上述反应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进行氧化反应，所以为还原剂。